其他人，靠窗，打字，网购，都行。有不修图的，但是修图也就是修一点点，在家里边。回老家吧，有好玩的事儿的时候就会陪着自拍发，自由跟随性，热情。最大挑战就是情绪的戏，挑战也有跟老戏骨演员对戏的时候会有一些经验上的不足。就是苏克的地方，我的性格就是不一样。